同学，您好，欢迎进入依佩者软装学院与中装环艺教育研究院合并办学的软装课堂。为了能让您学到更多软装设计知识，提高专业技能，提高签单率，在学习过程中，请您务必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因为你所学的课程已经被列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储备委员会颁发的职业证书考核标准。如果您要从事本职业，请您认真学习，以便申请国家级职业证书。第二，听课的时候，请您认真做笔记和课后总结。在网校视频的右侧有一个笔记专区，请您把笔记记录和总结发布在网校的笔记里面，因为您的笔记和学习总结将会被记入学习系统，作为您专业技能考核达标的凭证。第三，如果您学习的是 online 直播课程，没有看网校视频，也请您把课程笔记和课后总结发布到网校的笔记里，班主任老师会统计学分，记入国家职业证书申请考核系统。问候同学们，下面就开始讲课了啊。金月还有海纯、孙艾伦啊，不一回复了。哎，今天讲什么呢？今天讲财星风水啊，是命理风水、软装风水非常重要的一个，讲财富的。声音还有画面能看见的，打168。一个人能看见的。把这窗帘弄下来吧。麦克好像都看了吗？我不知道放哪了。
好了，现在见声音的啊，看见画面的打168，因为我用分享的，用屏幕分享的方式，今天感觉好像有点问题。不屏幕分享也行，但是呢，我认为屏幕分享效果会好一点。慢慢的吧啊，财星风水，大家看到就 OK 了啊。看看这能不能看到？我发一篇，风水有三原则：富贵相、匹配度，还有吉祥气。今天主要讲财富风水，我们今天就总结一下啊。画面歪的，画面歪吗？画面那个要是偏，对，有点偏，不是歪，感觉老师是偏。但是好像划不过去，不集中，是这毛病。不集中，哎呦，怎么办呢？还划不过去，那重新下课吧，看看。好事多磨啊。现在呢，不是编剧的问题，是。iPad 带不动，现在怎么样？现在 OK 的打一下一，啊，快讲吧，别一会儿就完了啊。财星风水，实际发现什么呢？在实际的案例当中会发现，大家对财星最感兴趣。这个财星包括什么？大家看啊，命理财星，还有大运里面的财星，还有你家里有没有财星，这三部分啊。看，今天的重点，老师这句话你能理解了，今天课程就 OK 了啊。哎，叫命理科者为财星，大运见财非全吉。谁能，给老师解释解释？科者为财星。第二，大运见财，不一定全部就是财，全部就是吉的。这个能不能听懂啊？比如李嘉诚的财星，一会儿用李嘉诚的财星为例啊，分析他命里有没有财。他属于什么呢？他属于财旺身弱。财旺身弱什么概念呢？就是财，比如100斤，本身呢只能承担30斤。如果是自己来的话，大家说是灾祸还是好事？自己想，自己说啊。对，灾，对，郭培云说灾，就是比如最近
沸沸扬扬的崔永元，不是说那个看在国内啊，关于那个崔永元之后，梁宏达说一句话什么呢？叫德不配位，灾祸历险。说你呀、啊，你本身没有那个德行，你呢出现财富反而是坏事。就是什么呢？你命里首先要知道你命里有没有财星。第二，大运财，但是大运有财不一定就好事，没有画面，没有画面的打二，有画面打168，这需要验证啊，这需要验证。我看一看，哎，验证说明王琦可能没画面，张静、陈曦，哎，这全有画面呢。张金月啊，你看这，哎，蓝小燕全有画面，哎，就王琦自己没有，怎么办呢？那你自己解决吧，啊，嗯，好，大家看。看一看李嘉诚啊，日元是甲木，大家说甲木科者为财，科者他科什么呀？科什么为财啊？这个能看懂的打168，看不懂的打二。甲木科土为财，对吧？哎，科土为财，都懂啊？郭培云不懂啊？蓝小燕不懂啊？不懂的啊，同学是一定是新同学。这，哎呀，还真有不懂的。木，科土，这懂不懂？这懂不懂？木科土懂不懂？这不懂的打二，我看还真有不懂的啊！不懂，同学们自己啊。木克土，土就是木的财星，这要懂啊。好，大家看，那什么是财？看一看啊，全是土。看看李嘉诚命里有多少财星，也请同学们对照自己的命盘啊。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命盘发上来，老师帮看一看啊，看财偏财，记着啊，正财这以前讲过啊，因为咱今天不是新课，正财呢色财，偏财呢就是没有背着那个财，大家说哪个财大呀？偏财就是你投资100。赚多少呢？赚10000，这叫命里有偏财。这懂得打168，投资100。赚一，哎，偏财啊！看看李嘉诚的偏财，看看李嘉诚天干有三个偏财，地支里呢，这是年月日时，看看有一个是有正财的，是在哪一个支里啊？哪一个支？有正财，大家看是年月时日呢？大家看啊，白羊日子
在哪呢？正财啊，你告诉老师哪呢？白羊在哪呢？啊？哎呦，岳立群说的对，白羊说俩都不对，哪有正财啊？没跟你讲吗？带背着为正财，剩下全是偏财吗？海豚，张静。对了，月里有正财，看，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呢？要涉及到一个食神，对吧？一个食神的概念，大家慢慢来啊。食神的概念，正财，今天讲财星。李嘉诚，天干全是财，下面全是财，生在什么月份呢？日元生在什么月份？大家看，什么月？甲木。生五月，五月什么地啊？对，五月死地，弱不弱？弱，对吧？这个能看懂打168，也是弱的。全是财一定弱，是吧？大家记住啊，全是财，一般财大，财大身弱。一般的啊，85%财大身弱。这个听懂的打168，就是你别以为财小就不好。你才开始，是不是第一次听啊？木木啊，是不是第一次听啊？当然听不懂，不会看怎么办？慢慢来，你要，对呀，你第一次听怎么能听懂呢？所以那就请看第一到第二集，这都十几课了，第一集、第二集的什么呢？基础课，好吗？因为今天不能，对不对？看第一集、第二集基础课，慢慢来，慢慢来。你起码得听到5到6次才能领悟，所以就 OK 啊，慢慢来。听不懂要不要听？必须听，一点一点的。你听不懂才有价值，大家，我永远说一句话，听不懂才有价值。你听不懂，你听了都听不懂。有很多人还没学风水，没有命理是最难的啊，他都不学，他不更听不懂啊？自己看能不能看懂？自己看能不能看懂？我问一下，自己看能不能看懂？命理可以告诉大家，自己看85%都是看不懂的。所以呢，你就听课吧，慢慢来，好吧？哎，好。大家说，如果他弱的话，弱的五行怎么补救呢？是弱的五行怎么补救呢？补二，我发现陈天荣厉害，补二，我看能不能演示一下啊？因为我就怕，哎呀，就怕那个。那个、不好用，慢慢来吧，看看最好能出现那种能演示的画面，慢慢来。OK， 补二。如果木补二的话，说吧，一个是木，一个是什么？水。这个能不能看懂？哎 ，OK。马斌，二到底是啥？补二，二就是补两种元素，补两种元素，两种五行。嗯，对，海神说的对。同学们啊，新同学不懂可以上群里问一下老同学，虚心请教一下就 OK 了啊。哎，补二。大家看，如果是这样的话，
比如李嘉诚是甲木，对吧？李嘉诚是甲木，他大运见财是凶还是吉呀？关键问题啊！李嘉诚是甲木，大运见财是凶还是吉？谁那么聪明？哎，对对对，岳立群白羊，对，徐家汇，他和生塔对 ，OK。见木，见水好不好？见财，见土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凶。这个能懂的打168，这个比较难啊。就是你命里财星 ，OK， 命里有财 ，OK 的，可以。大运不一定，大运见财，那要看什么呢？看你是弱还是不旺，这个关键啊。好，那下面呢，咱就看看李嘉诚实际的案例，所以今天属于实战课，今天不来的损失应该挺大，看看实战课。就提早啊，就提早我们这个 iPad 啊能用上。哎，看这个大运呢，李嘉诚是8岁走的大运，看看第一步，1936年到1945年。他走的是什么运呢？大家那可以打字啊，走的是己未。这个看懂他打168，这关键啊，看1946年到1945年，10年吧。钟敏看懂了，白羊看懂了，其他的呢慢慢来。王风平这个名挺好听，郭培云啊，慢慢来啊，看1936年，因为10年一大运，10年大运啊，就两人懂的呀，还有谁懂的？谁懂的再打368，就两个人懂，老师怎么讲啊 ？OK， 两个了，厉害了 ，OK， 差不多少这就行了。哎，大家看，9岁到18岁，这10年，大家说好不好啊？见财了，本来就弱，再见财，好不好？大家都知道李嘉诚从小好不好？从小经历是不好的，好，对吧？好，下一步，1946年到1955年，就19岁到28岁，整体运势啊，走的是什么呢？煞，煞是什么呢？偏官。偏官，偏官，官是什么呢？是金，金科木，也是消耗。自身，好不好？再回答一遍，看一看，好不好？对吧？明白了吧？哎，就是你凡看到与自身相反的、敌对的关系、敌对的三种五行，就是什么呢？金、火、
虎都不算好，能听懂的打一下167，咱不要再坏一个。当你身弱的时候，你敌对的三种五行就不太理想，记住啊，今天这个课非常关键啊，你敌对的时候好吗？好，再看一看29岁到38岁，这10年如何？正常思维啊，大家正常思维，好不好？你要对应他的实际的经历，好不好？王平说，敌对的为什么有三个？很简单呢，大家看一看，敌对的为什么有三个？比如甲木，生甲木的是不是有木和水啊？剩下的看一看啊，木、金是不是科木啊？这是关了吧？木是不是生着火呀？这也泄吧？还有木、科、土，这不三吗？这不二吗？能看懂的打一下166吧。敌对的为什么有三个呢？我问问题，那个能看懂吗？提问题是对的啊，慢慢来。王平懂没懂？哦，懂了 ，OK， 好吗？哎，金克木为什么？官，对吧？木克火为什么？食神三官，食伤，这是财。所以呢，敌对关系，大家看一看，为什么以前说，哎呦，财是一把刀，对了吧？啊，说财富。还有名声都是刀，懂了吧？财富都是一把刀，或者和女人是什么什么红颜怎么样？为何同学们，为何说女人是红颜祸水呢？这里的女人，大家从命理上会知道，女人等于什么呢？就等于财星。财星是不是跟你是不是敌对的关系？谁说女人是水啊？对，是水，对不对？为什么女人是祸水呢？是因为懂得打178，是因为女人就相当于财富，它是一种敌对的，跟你本身的气场和本身的。和本身的这个五行是什么呢？是敌对的关系，敌对的或者是对立的关系。就懂得打一下168，懂不懂？懂了吧？敌对的关系，是不是对立的？是不是阴阳是对立的？哎，了解非常关键啊。所以男人有钱从风水上你能不能了解，命理上男人有钱就花心，理不理解？因为什么呢？因为财富就等于什么呢？在命理上它就等于什么？就等于女性。是吧？哎。
木木啊，看完基础课慢慢来啊。懂不懂？我没听明白木木什么意思。没事 ，OK。所以大家看啊，命里科者为财星，大运见财为全吉。就是命里呢，科者看你有没有财，所以大家看看自己命里有没有财啊。之后你看你大运走到哪个位置，你别见到财就开心，我可能有财了，不一定。身旺见财，身旺。有身旺的，身旺的见财，这个懂得打交道吧？有啊，比如澳门的何鸿燊，身旺财也旺，所以娶很多太太啊。大家看，所以大家想一想，身弱财旺的人适合。这个谁能回答？就是身弱财旺的人是不是个走桃花运？所以有的人怎么样？啊？这个懂得打交流吧？不适合吧？所以说有很多企业家，有很多人，哎呦，正人君子，我不好女色，自己想一想什么原因吧。有关系吗？所以很多事情你不能总是用社会学伦理道德来判断。命理上，命里身旺、身弱财旺的，再有桃花就危险了，对吧？颖娟来了 ，OK。是啊，能量不够，能量不够，你再有桃花，那就危险了，并不是因为你人品，和人品没关系啊。哇，和人品好，哇，真好。能看见吗？看见的打一下168好吗？对，好。现在能不能看见？看不见呐。
听见了？有点歪呀、啊，看见有点歪，是不是？歪就歪吧，好吗？偏了，偏就偏嘛，因为我现在因为它偏就偏点，好不好？因为我怕一动之后课都讲不了了，咱们慢慢来啊。大家看一看李嘉诚，不影响 OK， 看一看啊。1966年，当他39岁的时候，到48岁的时候，看39到48，走什么运呢？大家看走什么运呢？走的是水，水就是印吧，走的是水吧。哎，这一步怎么样？好不好？对了，所以呢，39岁、38岁才开始走大运，看一看，哎，才第一步大运。好，哎，他命里有财，大家看啊，命里有了啊，命里有了，还要走运。这个懂得打幺六八，就是你命里有了，当你大运不走的时候，你干着急，怀才不遇。这什么概念？就是你本来能看到财富，心里有财，但是你运势不到，没有人帮你，政策呀，你的环境都不允许你发财，这时候你再发财也倒霉，懂了吧？哎。好，再看看这个啊，1949年到1958年，看一下找的是什么，是不是还是水啊？是吧？又10年，好不好？还是生了，还是生着甲木。急吧，所以李嘉诚49到58又一步大运，对吧？看第三步，连走三步大运的很少见啊。看第三步，第三步是什么呢？1959年到68年，这里面要考虑啊。1959年到1968年，好不好？走的是什么运？对了，走的是甲木。还有什么呢？后5年走的是什么呢？是不是水啊？有没有水啊？单单是甲木吗？看看这是什么印，还是水吧，好不好？好，再看下一步，69年啊，上半部下部啊，69年乙木，就是69年再加5，再加5年，这多少年？就是74岁前。看，财就不好了啊，见财好不好？所以命里有财 ，OK， 大运有财不一定好，那得看你身旺还是身弱，是不是啊？大家说见财好不好？要找我啊！好，我是哎呀，郭培云都知道了，所以是很关键的事啊！哎，身旺见财是好还是不好呢？
大部分来说，声望建材当然好了，对不对啊？家会 OK， 弱不好。你应该说丑土见丑土财身弱不好，而不是丑土弱啊。要知道，慢慢大家就懂了。所以看李嘉诚啊，他的财星，看他这个房子像不像一个，像不像一个财箱？看他的别墅像不像一个财箱？像，你看像不像财箱？像，怎么样？像，对了，一点点懂了，对吧？好，它下面就是，它的下面就是大海，还有，对了，所以你能不能哎，比那年这么看的话啊，就很关键了啊。看一看，商业风水不一样，看一下啊，打来打去的，你看，但是你家居住宅一定要方方正正的为好，家居。家居以方正为好，啊，哎，所以对于他来说。看李嘉诚名啊，财箱包括什么呢？大运，包括财星，包括什么呢？跟名也有关系啊。大家看看李嘉诚，再说一个李嘉成，我还记得这个道理啊。这个李这它是甲木身弱啊，他的命里带不带财星？你看看你的名带不带，看你的名有否财星，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自我就是风水局。你什么局啊？你是财富局还是贫困局？看什么呢？看名，看你的名，看命，对吧？还要看名，还要看微信的头像，所以有很多头像也关系。那你说这个名怎么看呢？这个城啊，在古代就相当于物，就相当于它的偏财。这个能懂的打一下168，就它名里带啊。先看看，先了解你的名里带不带财，看一下啊，李嘉诚，还有这个李。有没有补二的元素？有没有你的名里有没有？如果你弱的话，有没有补二的元素？这个里上面是什么呢？木，再加一个子，木生水吧。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为何有人连姓都改了？啊，比如曹禺、啊、万家宝、鲁迅，对吧？周树人，他姓都改了，为什么呢？那可能是有原因吧，对不对？哎，看一看，
李嘉诚之后他俩加一起21格，从苏里关系也是木。OK， 看你的公司是助你的还是消耗，太关键了，因为每天你都要拿出名片来，对吧？李嘉诚的公司呢，什么名啊？什么名？大家看什么名字？是不是很大的水啊？哎，名里有财库，名里有财星，你得有啊！你要没有自己的财星，名里有财星，公司名、助力，所以自我移动的是吧？这叫移动风水。对不对？好不好？好，能听懂的打168。所以你的名有没有财星？你的公司带不带助力？你自己想，命里不带的怎么办？这个你都不解决，你怎么做呀？是不是？好，大家看一个啊，财富风水。大都闹中取静，这个能不能听懂？财富风水，大都闹中取静，就是你的家居离旺区市中心，不要同学们还在吗？这是不是风水班呢？今天由于我们用 iPad 讲，所以有的时候它老掉。OK， 没有画面了是吧 ？OK， 没有画面，你反正也差不多少了，还有3分钟，我再看一看吧啊。有就讲，没有就拉倒了啊。我看看，我们要看分享，你就要承担什么呢？不稳的这个代价啊，就看不。不稳定，但是我认为啊，起码比什么强呢？比那什么强，这眼是很关键。哎，能看见打168啊，看见打168，哇，真看见了。好，富区取静，懂不懂？懂了吧 ？OK， 富区取静，财星 OK， 好。再继续讲，还用下课吗？我就不想下了，咱又
咱就别下，咱就直接讲好吗？咱直接讲，咱就早一点结束啊，早结束。我怕什么呢？我怕一讲一讲又没有了。嗯，趁他心情好啊，我们再，这不辛苦，趁这个电脑心情好，网络还 OK， 咱就继续讲。那个什么时候断了，咱就不讲了啊。OK， 好。首先，这个财星你要知道，刚才讲了啊，命理的财星，命理财，又讲了大运的财的关系，怎么看大运的财？还要讲什么呢？明理的财，公司明理的财，你都要什么呢？知道，还有什么呢？空间财，空间，空间里的财富密码，这想不想知道啊？空间里的财富密码，哎，有很多人呢开店啊，发现那根本就没有财富的密码。空间的价值在哪里？大家知道空间的价值在哪里？空间的意义在哪里？大家说，从风水角度，能不能看见老师的话？空间的意义在哪里？看见打下一，看不见同学的回复就比较紧张。好，可以 ，OK， 好。空间的意义就是风水，就是反复的提醒你，反复的提醒你，引发你财富的到来。这懂了打168，叫什么呢？财神居财庙，我自己编的啊，叫乌桐引凤凰，这懂不懂？就没有乌桐树，哪来的金凤凰，对不对？乌桐引凤凰，财神居财庙，你这个屋里，你连财神的位置、空间都没有，它怎么来呀？起码得有鱼钩和鱼，得有鱼饵吧，是吧？起码得有财富鱼饵吧，这个能不能懂？你空间里你要有暗示的地方才能来吧，对不对？要他怎么能来呢？这能懂的打168啊。哎，你的空间的意义就在于有没有财富密码，有没有财富线索，对不对啊？物以类聚，什么叫物以类聚？物以类聚，财以群分，不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财也是以群分的，以人分的。好，从这里大家想一想啊，当然和气生财还是怒气生财？啊，那你看你的微信像，你的微信像是微笑的吗？微笑的请打一下168啊。也都有背影啊，大家看啊，有的是背影，有的是酷酷的啊，我是有所指的啊，有的是酷酷的，还有是猫狗的动物，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自己想，你脸上你这个这看到你微信的第一张照片是什么类型的？你要知道，大家觉得你的头像带财富的、勾财的、勾财符号的，请打一下236，我看看谁呀？觉得目前自己
没有勾财符号的头像的打一下二，看一看。白羊啊，大家检查一下啊，哇，葛兰、李丽都没有啊，黄卓敏有，岳丽群没有啊，金月哎改了，今天挺好的。当然了，正面微笑的嘛，是不是？没有的，我要表扬大家没有的，怎么样？改正呗，对不对呀？财星，你的微信头像。就应该有财星线索，改，对不对？对呀，你的微信头像就应该是财星线索，而不应该是什么呢？背影，不应该是啊那种大家说侧面微笑的，算不算？不能全算，只能说六成到七成，你自己想吧。啊，对，非要的啊，那个非要改变，老师，我是侧面的，行不行？老师不回答了。萧雅说。我放了个金木水火土圆形图案行不？跟你有啥关系啊？这个图案呢？这个图案谁都可以放啊，有关系吗？你作为设计师，为啥不放自己的头像呢？为什么不放一个自己的头像呢？你现在你还没有到什么的，还没有到大家都认识你的程度。你看那些名人，名人特点是一律怎么样？一律放自己，媒体人呐，想一想，为什么呢？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你还要放一个别人，放一个图案、动物、侧面、背影，你放 OK 了。如果你不想发财，可以，因为今天讲的是财富啊，除非低调。可以，好，什么是财位呢？加一个明财位啊，进门的45度角，啊，是这位置，对，这个最好是一个十强 L 型的，这听懂打168，啊，全是大玻璃。注意啊，都是飘窗破财。听懂打168，全是被敞亮，好，破财也敞亮。宁娟说用窗户或用柜子挡可以弥补吧，只能说可以弥补。
听老师的话啊，可以弥补，你别忘了后面一点点。大家记住啊，十强就是十强，财星，大家看啊，财星，这是什么呢？房间的财星，还有乾位、坤位和艮位这三个位置也是财星、财富区域。如果你的窗飘窗漏财了，也可以通过这三个位置来找，也是财富区域。这个懂的打168啊。男的就是乾位，女的就是坤位，还有一个东北的方位艮位，这三个区域财富区域的。好，下面呢，再看一看啊，家具财星。因为这里有搞家具的，宁娟来了，还有几个同学搞家具的，所以我就讲一讲家具财富的啊，你怎么卖家具？家具财星。什么才是财箱呢？你要知道家具有财箱的替代物，比如大家看看这三个，这都是财箱。谁家里有这三种呢？一个是包包的，这是那个 LV， 这是古代的一个箱，黄花梨，在抽屉一个橱柜收纳箱。哎，大家说这三个箱如果是你的话，你选择哪一个放家里边？这也是财啊，财星啊，这叫庙，财庙。OK， 所以为什么要讲课呢？讲课就是大家要知道生财的，这三个都是财箱。最好的是哪个呢？是二和三，都谁家有 LV 的这样的箱箱，请举手。当你生活到一定程度，你就会，反正老师在新加坡啊，在新加坡看风水，会看到这只箱子。非常多，在新加坡的很多家庭里就有这个财箱，他不一定懂，但是真的是一个重要的。好，这是财箱。这个算不算财箱？
厨房里这个也算才香，因为大家想厨房是女主人的财库，这听懂的打368，是女主人的财库。所以有的时候呢，你打那些，大家想象一下啊，过去说没有柜啊，没有那个禅柜啊，社会上过去没有禅柜的，没有橱柜的，带门的吧？现在怎么样？有门了，没门的好不好？那个柴香吗？这得有玄机啊！老师不解释了，这个就是柴香。柴香是柴香，这里面有一个破柴的，有一个破柴的一个家具，在哪里？不一定是家具啊，不对，破柴的一个小家具，一个小的收纳。收纳性大家看是什么？破柴的，看能看懂吗？咱再看这个画面，能看懂吗？破柴的，看，这个谁能看懂呢？厉害，哇，梁真厉害！梁真解释为什么是酒驾，说对了，破柴的就有柴进来之后被分走了。什么原因呢？为什么呢？为何是酒柜呢？梁森，哎，加上金月的玫瑰门，你俩玫瑰门再加上天罗地网，还有一个关键的原因。白羊说天罗地网 OK， 还有原因，顶上黑色压抑，还有下面我讲的这个事儿就能够值多钱，知道吗？价值50000以上。如果是别墅的话100000也不值，如果是别墅的话，停煞，大家想不想知道啊？这是个问题，因为今天这里边有我的老同学，有我的老学生就来了，顺道给大家讲一讲吧，有很多同学也是比较好 ，OK， 空间不对。空间设计不对，瓶能放倒吗？瓶放倒就是为你放弃了财富的权利，财富的控制权。这能懂的打一下168。怎么办？这个问题大不大呀？你见过吗？这问题大不大？多不多？多不多的问题？很多。所以你掌握这一个，对。红酒柜基本是这样的吗？也不一定。很严重。所以有的你买酒柜它又是冰柜，酒柜的时候
它有隔嘛，有那种弹性的，有很多弹性的格子，对吧？对，原则九，起码啊要有7层站立，这个懂的打一下368，你不能100%，你对吧？为什么呢？你保证你家的有7层是站着的呀？还有家里能不能有假花？假花，好不好？但如果你家里都放真花也不现实，那起码你要7层是真花，你别全是假花吧，对不对？哪怕一半真假也行啊，是不是？半真，我老说半真半假，对不对？半真半假的人生，谁同意啊？半真半假的人生，还有花也是啊，同意打168。谁想过一种认真、认真、一丝不苟的正规的人生？人，请打一下二。谁想过一种，我就认真、严肃、紧张、一丝不苟。谁想过呀？打一下二。都是真花，好不好？都是真花。哎，木木说太累了，都是真花，太脆弱，同意吗？这是哲学，太脆弱，都是真花，都是真的。人生都是真的，我的天哪，吓人！一个是吓人，太累。所以有点假的，好不好？有点假的，比例差不多就 OK。有3层，轻松。老师，我胖不胖？你一点都不胖，你才130斤，不胖。老师，我胖不胖？你太胖了，130多斤。老师，我好看吗？你太难看了，虽然真实，但不好听，它不舒服。风水有的时候它是一个哲学，就像刚才我讲似的，哎，命里见财星好不好？当然好，大运见财星不一定，那要看什么？要看你的身旺还是身弱，对吧？所以你在设计的时候，真花假花你要掺，一半一半吧，OK，可以吧？大家想一想，如果人生全是财富，有意思吗？多没意思啊！所以我比较欣赏，就是影娟的啊，对，既是设计师，又是摄影师，对吧？又是一个才女，哎，反正是什么呢？跨界，跨界，这才好玩，混搭，好吗？哎，玩，对吧？不玩有什么意思啊？你活着干什么呀？不玩。你都不玩，你家里能有意思吗？OK，好，大家看一看，还有一个啊，从客厅财星，客厅的财星除了明财位那个位置啊，除了明财位，还要注意沙发这个道具，这财富道具。你得会卖，沙发是财富道具，听着啊，卖家具的啊，谁是卖家具的？请打一下168卖家具，1688卖家具的1688，我看看谁，
除了眼镜还有谁？阅历群 ，OK， 卖沙发怎么卖？财富道具啊 ，OK， 沙发有三种，一字形、L 型还有 U 型，错了，还有 U 型。一型指定不对啊，一字型指定不可以， U 型还有 L 型一定是海湾，海湾就是财富吗？财富对不对？一个象征对吧？这不多讲了，这以前我讲过啊，就提一下啊，财富型这是。看，沙发造型影响财富，可以呀。一二三位还是五六七八位，你得有一个，有一个。大家看一看海滩，如果你要是放海滩，是不是都有一个这个感觉啊？对吧？这是船吧？海湾吧？是不是有个湾的感觉？所以沙发呢 ，L 型。还是 U 型，就代表财富。懂得打168，这是财富。沙发没有沙发，所以在客厅购买方面，沙发是必须的，对吧？你得讲出道理来。这个型 L 型。U 型，它就相当于一个什么呢？哎，海湾，海湾，大家想一想，海湾就是财富的象征，对吧？一般都是海湾，都是财富的象征。OK， 卖家具怎么卖？怎么卖？你得看。当然了，还有颜色啊。当然，卖家具怎么样？还有造型、材质、方位。OK， 材质什么概念呢？材质。嗯，厉害，继续卖啊啊！海湾沙发 ，OK。材质什么概念呢？大家想一想，这个颜色属于什么颜色？这个颜色你卖李嘉诚好不好？这颜色，李嘉诚是甲木，卖李嘉诚好不好？为啥不好？原因，原因，这颜色，这个，这个是米色吧？是米色吧？哎，好不好？米色，米色怎么来的？想啊，好不好？自己蓝色的呢？这可否？哎，好不好？都答得非常对，好不好？哎，白色和黄色中间的颜色是米色，黄色还可以是财。但是你想一想，如果李嘉诚的话身弱，身弱的话，他怎么办？所以它的靠垫是不是应该有什么颜？有蓝有没有？蓝、绿有没有？才之后才怎么样？才可以吧？
这个李嘉诚可以，这就注意点。所以你要考虑怎么卖，是吧？还有蓝属于什么季节？蓝色一般什么季节？冬天还是夏天？对了，夏天呢，要卖对角线的颜色，卖冬天。李嘉诚是五月，五月是夏天，那你卖什么卖？卖蓝色的。但是这个造型不可以，这一字形不可以啊。黑色的卖谁啊？黑色的卖单身可不可以？孤寡王曼，对了，如果真的是黑色的，你就要讲究什么呢？靠垫了，靠垫搭配，给它补过来，对不对啊？给它补过来。大家看一看，从布艺来说，这个布艺能不能卖李嘉诚？这个布艺，这个绿色的窗帘可否？这可以吗？可以。对了，小平送免费的。对了，可以，对吧？搭着卖呗，可以。这个呢，这个图案呢，这个图案可以吗？颜色不可以，图案呢？图案可否？这个图案是什么？花草吧。五行对，是不是？可以 ，OK。这个五行对吧？是吧？但是美不美呢？土不土啊？你除了五行对，有的时候就像起名似的，哎呀，老师这五行全的，但是它不美呀，太土了，是不是？不美，这也是个关键问题啊。你不能就单单是五行吧，是不是？不美，所以你要怎么样？要综合考虑。大家看看。这个看没看过？看看我们习大大的办公室，看过的打一下168，没看过打一下2。你发现什么了？讲一讲，你发现什么了？你发现什么？你给老师说，你根据今天讲的，你发现什么了？看看家具，办公的厚重啊。厚不厚重？办公的怎么样？感觉很厚实吧？厚实，大家记住啊，厚实就代表一种财力。同意的打168，厚实就是方正大气吧，是吧？哎，你别弄的小小气气的，对不对呀？ OK， 好。还有财富靠山有没有？在哪里？在哪里？跟财有关系的啊，在哪里？壁画。
海川、苏山，对吧？长城壁画，还有靠背椅呢？怎么样？中式的，代表的是中国嘛，不高，是不高，但是什么补充了？但是你觉得？哎，但是有那种无靠的感觉吗？有没有自己看？所以不单单是什么，所以书画重不重要啊？所以书画重不重要，同学们？重不重要？书画重不重要？书画是灵魂的，一个空间的灵魂在于书画，那是一种无形的重要的东西，它时时刻刻提醒主人，你的梦想在哪里，你是什么类型的人，你想做什么，你给人什么印象，一目了然。所以这在商业上叫什么呢？叫视觉营销。看有没有香，有没有财香？财香在哪里？啊，书柜下面，书柜，看，书下面。今天是不是启发很大呀？今天是不是启发很大啊？今天呢？还有很多，还有很多，哎，这就是实际的财星布局，嗯。还有很多。再看一看他的。再比较一下啊，这也是一个，这也咱也比较一下，哪个是暗财啊？现在还没讲暗财呢，暗财不在这里，暗财是你看不见的，你看得见的是暗财吗？看不见的，现在看见的，对不对 ？OK， 看对了没有？财富既然必须有靠山，这能听懂的打168。所以你的背后空空如也，你认为安定吗？你气都不稳定，所以人为什么要有靠山呢？对吧？好。这个财箱在哪里？再看卧室啊，刚才讲的是什么呢？客厅、书房的财箱，讲了啊，客厅讲过沙发了，再讲书房，实际总裁的办公室啊，领导人的办公室实际就相当于书房啊，领导者。现在再看卧室啊，卧室财箱在哪里？在哪里？卧室财箱在哪里？聪明，
床头柜，还有一个柴箱，卧室最大的柴箱是什么？同意回答。好猜啊，最大的柴箱是什么？是什么？同意的请打一下368，不同意打一下2。保险柜，财卧室最大的财箱是什么？你想是什么？对不对？是不是？不是床体，所以你对财富好不好？那就要看怎么样？那要看你对，对啦，同意不同意打168？你对太太好不好？那比你不看，你对太太态度不好，哪有财呀？对呀，所以呢，如果你想发财。单身能发财吗？能发财吗？好，如果想发大财，今天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发大财。今天咱就想发达，对不对？发大财是吧？还有着还要对什么呢？对了，同意的话，能看懂的打168。你想发大财，你就这么做。我没看到过，很少看到做和太太、父母不和发大财的，不存在，因为这命理不符合。凡是发财的，对太太。对岳母岳父那都是恭敬有加，对家人都非常好，那就发大财。同意打168，谁不同意打2啊？打2或0都行。这就是发财的秘密，这就是发财的秘密。所以回家，作为太太，你要告诉你的先生要对我好一点。好吗？最好的，对我不好，发财做梦。家和万事兴，对，还要说话怎么样？说话柔和，好吗？但是女主人呢？这是对女主人的要求了啊，对女主人的要求。霸道的好还是和气的好？自己想吧，自己想吧，叫藏风聚气。和气生的，对不对？你是财箱，叫财怎么样？大家哎呦，这所以今天是什么课？这可以讲，也可以讲亲子教育，也可以是夫妻之道，是吧？对吧？发财嘛，必须研究这个东西嘛。是吧？哎。叫财不进，这记一下啊，叫财不进，急门。
同意的打一下三五六。所以呢，今天课大家要反复听啊。想发财吗？发脾气破财，叫财不进急门，财根本就不进特别着急的门，和气都是和气生财。和气生财，生什么呢？和气也生太太好一点。咱们男士啊，男生在不在？同意的话啊，从今往后对太太对父母和气的请打一下368，就是我能做到的啊，能做到的打一下368，我看看谁。迅波，周敏，哎，蓝小燕也是男孩啊。啊，吴庆南是男生女生到底啊？白羊啊，汪峰平啊，朱占波啊，这我知道。怎么蓝小燕也打了368，什么意思啊？能做到的真是这样的。女生啊，女生比较柔和的啊，请打一下168。女生是干，哎，女生是装钱的，男生是赚钱的，女生是藏财的。你把你的定位弄明白呀、啊。金一梅、木木、蓝小燕，对，藏财的，葛兰，剩下不打的就是没有啥信心，知道吗？不打168这些人就是没什么信心。嗯，我看明白了。嗯，晨曦，对，床头柜，这边的床头柜非常的关键啊，非常的关键。所以呢，财箱，什么是财箱啊？这就是财箱。还有一个关键啊，大门出现张，列位破财，这懂不懂？你别大门弄一张，别问破财。所以你看你的门脸有没有出现这样情况呢？你要注意。嗯，谈到门脸，大家看啊，给大家看一个发财的门脸，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茶叶店。我这个茶叶我现在还有呢，非常好，叫 TWC 这个茶叶店。看看它的大门，它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多灯笼。大家记住啊，灯光即什么呢？以前我讲过，灯光就是财。看没看到？多放点灯笼吧，也是财箱。还有一个实际的案例啊，再看一个实际的案例。在国外的施华洛世奇，这是新加坡的店施华洛世奇。你看一看啊，它的商标公司的店标在哪个位置？这是门，公司的标在哪个位置？就给大家提醒了啊。王曼太聪明了，张金月非常棒，木木就正对门，哎呦，是正对门。财位，对了，
在台背上。所以你要知道啊，看一下灯光，美好的灯光，你看看这灯光的亮度啊。这里有很多，包括门脸方面有很多啊，看一看，这就是刚才那个茶叶店 TWG， 对，茶叶店。所以关于财富的布局啊太多了。最后给大家看一看一个什么呢，一个香奈儿的大店啊，看一看啊，颜色也是财星，看香奈儿，它就是黑白，就是财星，香奈儿的。香奈儿好不好啊？这个品牌怎么样？好不好？哪都好，就是稍微孤单一点，有没有那个？就稍微孤单一点，孤单一点。黑白孤寡，白色是肃杀，黑是孤寡，它什么都好，就是孤单了一点。因为它的定位就是那个定位，今天呢讲了命里的财啊，还有什么呢？还有那个大运的财，还有空间里的财啊，包括家具财星、布艺、图案、材质。哎，还有人，作为人来说，自我就是风水局，他的名，他的商标，公司的商标，他脸上的表情都是财，这是同步理论。财富有固定的频率，你呢？要为你的客户设计财富方案，所以今天这课呢就非常重要啊！咱们下节课也可能更加深入的讨论，比如字画，字画财星，财富字画啊，也可以更深入的再讨论讨论啊！今天就到这吧，好吗？再见，非常的感谢大家。房钱是断面，是不是不好？不好，断面不好，对。那是玉啊，胡玉啊，谢谢。感谢，断面是不好的。好，你看。